臊子面配个鱼蛋，这是岐山臊子面是吧？来一口。来喝汤。买了个莲花碗，还有肉。这面是鲜辣的，有粗有细。哇，还有大肉块。果然，和我心里想的一样。怎么样？面真不扛枪。哇，我是加了一些醋在里面，啊，酸酸的，真好，啊，吃饱喝足，拜拜。